言之，希望别让自己成为冲浪圣地的头号受害者。资讯陈志文、蒋思梅台北采访报道。而夏天的时候呢，吃冰冰凉凉的甜点是很多人的最爱。在网络人气美食第一名的千层蛋糕，受欢迎的秘诀呢，就是靠着超薄的蛋皮跟浓郁的馅料。你看到像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扎实交叠，里头呢还有独门的新鲜水果冻，那么创造出的独特口感，让网友都说这个美味是难以抵挡的。而这个千层蛋糕最高纪录一个月呢是月销12000个，营业额上看600万。独家报道。无论是鲜橙芒果奶冻，还是香醇的提拉米苏，蛋皮和内馅一层一层扎实交叠，创造出完美的千层蛋糕，独特口感让它成为网络团购最夯商品，曾经单月卖出12000个。喂，你好，芒果蛋糕两个吗？电话网络订单接不停，千层蛋糕的美味让网友无法抵挡。外表的超薄蛋皮金黄微焦，里面的香草奶馅香醇浓郁，微甜的芒果冻更是独门配方，层层交叠，至少7到13层。最最销的人气商品，巧克力、牛奶、樱桃、cheese 和提拉米苏，一次就能吃到4种口味，年销80000个。还有主打小分量的4片装，也受到单身贵族欢迎。靠着网友饕客假贺盗血本，最高营业额一度冲上600万。只是最近巧克力原料可可价格飙涨，16号纽约期货收盘价创下33年新高，投资客囤货恐怕让后市涨更凶。在台风的事情也忘了说有订蛋糕，因为那天他是他先生生日，心不甘情不愿在清理积水的时候，突然怎么看到有一个蛋糕送过来，就因为那一个蛋糕，让他们整天这个疲劳的心情都一扫而空。有了顾客支持，周老板说怎样都要咬牙苦撑。从创业初期天天赔钱，如今摇身成为网络第一名。30人的生产线造就的不只是人气美食，还有庞大的宅配商机。东财经新闻张晨晨归宏台北报道。这是蒙甲。